家好，就说一下海贤老和尚。他呢，给我莫大的鼓励。他教会我善良和勇敢。他跟我说过，当然是看，我是看他的视频，他说好好念佛回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我非常庆幸在一两年前能够听到这句话，能够终于找到这句话，就是让生命能够变得更有意义的方法。加油，阿弥陀佛。